江湖传闻有一本职场秘笈，得到的人就能够成为职场上的大红人，堪称东研发、南销售、西安装、北培训的四大高手。虽然已经贵为老板的左右手，但是他们都想追求更高层次的成就，可惜始终慢了一步，和这本秘笈缘悭一面。老板做嗰啲嘢想同你汇报一下喎。唉，越得唔到嘅嘢，就越想得到。哇！你而家仲谂到嗰本书啊？喂，你而家孤家寡人，我系你啊，就谂下你嘅下半生仲好啦。话时话啦，我哋仲有咩倾先？梗系有啦，至少有我份寒烟简介未倾啊嘛。喂，老板叫我嗌咗外卖咯，拎住你哋冇约人啊嘛。系啦，听讲你系公司嘅 K 歌之王喎、哦。边系啊？大家俾面啫，咪就系攞过几届公司嘅歌唱比赛冠军啫嘛。系啦系啦，知你叻啦。我最近用公司嘅歌填咗啲新词，我有几句想你试唱一下，转头 email 俾你啦。收到，一定使命必达。呢度有 supply list， 划住呢几间一路嘅口碑都唔错嘅，你参考下啦。收到，老细。仲有呢份系语音简介，我已经睇咗啦。我加咗几个标题，将重点 highlight 咗出嚟。如果冇问题嘅，就 go ahead 啦。Yes sir。到咗我卖未啊？咦，就咁就到咯。张丹，你同我 check 清楚先。冇乜嘢啦嘛，散会。吃饭先啦。哦，知道。哎呀，今天有个大客嚟睇楼，系咪得啲靓啊？唔系几好，咁我落去睇睇先。喂，唔好意思，佢咧有啲麻烦嘢，要出嚟落去睇睇。你下先，好，拜拜。下昼咩搞你？我下昼睇下师傅嘅安装。如果 OK 嘅，就参加你搞嘅能工考着比赛。其实培育人才真系好重要嘅，不过唔系我话差啦。我 train 人呢样嘢有啲本事嘅，你睇中佢哋而家几鬼巴闭，能歌善舞，我都要落去睇睇啲学师而家搞紧啲咩嘢。不如一齐走啦，好唔好？哦，好啊。哇，咪化，大剂。都佢又衰咗，如果 IoT 炉个 app 仲搞唔掂，下个月实出唔到街啦。渣男，做乜咁愁啊？老细，我又衰咗啦。啊？又衰咗？衰咩啊？冇反应啊！升极嘢都冇反应啊！咁落去唔系路啊！喂，泽南，有啲好嘢醒你啊！老细，你俾我冷静下先啦。你听我讲埋先啦。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。嗱，而家啲科技发达，啲硬件、软件日新月异，只要我哋好好利用佢，好多嘢都可以帮你达到目的。你觉得系好嘅嘢，就要锲而不舍咁追求，唔好轻易放弃啊！Well, be proud of yourself. 俾啲信心自己，加埋周围嘅心思，今次唔得，下次实得啊！好，我而家就要善用科技 ，follow 女神嘅 IG， 了解佢多啲，再 upload 自己多啲靓仔相，等佢 feel 到我嘅自信心，然后我再筹备一个惊天地泣鬼神嘅表白计划。总之唔成功，我系唔会放弃嘅。老细，估唔到你又识得教我追女仔，但系你自己又……
我识不代表我一定要做的，男人应该要事业为重啊。同埋我系讲紧 IoT 炉嗰个 app 啊。喂，你同我搞掂啲嘢先可以追女啊？我以为老板将 list 俾我搞研发嘅啫，原来追女都得噶。新厨房谂住点样设计噶？其实谂住摆几只炒锅咁样咯，睇下你有咩介绍啦。咁就啱啦，我哋呢只新炒锅咧系全港最低价噶。钱唔系我嘅concern，但系咁不如我送多个七油烟机俾你啊！你唔系谂住我系嚟拗着数啊嘛？小姐你好。以我獨到的眼光看，你應該對這個環境和這個職業安全很有要求的。你看我們這個最新的自動炒鍋機，它可以令到廚師的拋鍋動作大大減少，減低勞損。你看這個36、24、36的造型，加上亮麗人的造色，簡約之中不失貴氣，華麗之中又夠實用，簡直和你的廚房天人合一，景物相融，不買就真的笨了。你的觀察力都真的很強，这个炉看下看下都真的跟我的厨房很夹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嗯。做嘢紧要四拼八运，冇晒嘢要量才而用。繁繁威格系你最抵站，能共考像你我齐做到。咦？啲歌词正正配合到安装工作嘅要求，老板真系有先见之明啊！大家早晨，做师傅咧有好多嘢要学噶，而家咧就攞你啲工具出嚟先啦。我哋做工程，除咗技术水平要达到要求，仲有一啲嘅因素咧，系会影响到我哋嘅表现嘅。就好似外观、仪容同埋工具嘅装备咧，我哋都要注意嘅。大家读一次，有条不紊，整齐清洁，浑然天成。多啲 passion 嘅，有条不紊，整齐清洁，浑然天成。有条不紊，整齐清洁，浑然天成。有条不紊，整齐清洁，浑然天成。在领悟老板能工巧匠口诀的暗示之后，他们四个带着努力所得的成果去向老板汇报。老板，做得好。记住，以后揸住呢套宗旨做嘢，就好似我咁成功噶啦。能工巧匠秘籍：东研发，南销售，西安装，北培训。得到秘笈之后，苦心钻研，对自己同埋对团队有住极高嘅要求，坚持严格嘅标准。喺老板同埋佢哋嘅共同努力之下，工作品质同埋效率大大提升。令集团出现一番新气象，史称匠心之治。